是有点小斗篷式的感觉啊、哦。来，手一打开就很明显它是飞鼠袖，而且它是单层薄款，完全没有任何刷毛。因为呢，这种啊，它一定要垂坠度够才会好看哦。而且前面是做一个圆弧状，外面呢这边还有做车线，非常的经典。然后中间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个口袋哦，帽子呢也是真的可以戴。那后面呢一样，前面是圆弧状，后面也是圆弧状，可以围遮我们的屁股。然后侧身呢是我觉得最漂亮的，因为它一样是有挖高，所以呢侧身看起来腿特别的长。再来呢这边呢、啊、领口啊，我觉得也是很经典的设计。这边是做这种包扣，所以洗涤的时候比较不会坏掉哦。然后呢它不厚不厚，然后也是这种非常亲肤柔软的料子，我觉得黑色也很好看。它就是这样子斗篷式的，很有造型，然后穿起来就太有型，然后大家又最喜欢。我们家的黑色完全纯黑正黑，所以整个穿起来我觉得肩又再更小更瘦了。